What?说实话，我觉得左边还真不一定能赢。那我们这边一级是要被欺负一下的，一级学 W 的厄加特可要比你厉害多了。哎呦，明显感到京东的整体要更强一点。包子这波来了，刀妹先把 Q 技能叠起来，这里直接就要闪现了，没办法，猪妹这个被动一旦触发，上路来了，这一波上路没有闪现。哦，异能交出来了，但是没用，太多了吧？四个人，卡莎跟洛都在，还是很赚。十四分钟之前，而且下路这一波兵线被吃光了，大招就空了。小左位走起来，有屁股，有个 W 没有用，大招能不能拉到？没了，没有落后的。那边 W 得来人手中啊，赵云来了。好，看一下这一波，哎，中路，哇，这一波可能要被开了，又要杀赵云，这个、不能死。但是这个时候赵云有队友啊，这里来了，赵信跟稻草人，但稻草人大招开得很一般。不过落日也很危险，这边进场了，绿帽直接被秒掉，后面这边大招给自己，做得非常不错，这边新娘自己吸起来，洗在猪妹脸上，猪妹有点痛啊。哎呦，这个时候卢先卡一下漂亮，闪现出来，造成没落，破败吸了一口，躲开了亏，漂亮，无极这波 carry 了。第三卓一进场，大看一下现在回放，这一波一开始厄加特就是个靶子，吃你技能的，所有技能都给了，挑位置，赵信上去留人，落开启大招。回头抬稻草，稻草落地即身，这兵当中进来要了亲命了。对，然后你要看一下什么卢仙这一波的一个追击，先是将心里洗了一个满的猪妹，然后闪现过去，打出两发被动，然后往右一个小走位扭开，哎呦，哦，漂亮！无忌哥哥帅帅帅，看到了这一波野区打起来，怎么说？地藏卓不在正面，直接被抓走了。哎呦，稻草这边超大，但是这一波红 buff 求生欲很强，被惩戒拿了下来。现在被零了。可爱上校认为 RW 有七成的机会获得比赛的胜利。大招，哎呦，这个大招丢了有点随意，稻草人灵活的走位躲开了，点了个赞。老李子怎么现在有点胖子？一口。你看看我们就知道了，一口就吃不成胖子，需要岁月的累积。哎，交了个闪现吗？啊，很骚这一波操作，我没下来直接交闪现。哎，这边直接赶猪跑了，猪，哎呀，猪妹进不来呀。好，我们承认年轻人的思维搞到了大的，真的搞了个大的。继续在这边挂着，来了来了来了！稻草人你不开我开了，我保护拿这个水晶也可以。这里反开，没开成功。哎，反身的恐惧没有给到，刀妹的大招大了一个三个人。这里阿达路不能再上了，这里晕到了一个，要不要上？猪妹没带，又冲了那波零换三。剩下的两个人都是什么？厄加特死了。反正我觉得京东这把，哎呀，大招又放掉了。难受，京东这把最大的问题是又点了个赞。哎呀，奇亚这个人好烦啊！奇亚真的疯了。哎，跳大了，还好有猪皮。这个稻草人跟这个猪妹干上了，必须要干一架了。哎，他就硬来了就，你来了，年轻人不管了。哎，不对，刀妹被牵扯了，屠龙没拿下来。哎，刀妹这里很僵硬啊，这边要开了，刀妹直接叫 TP， 这里咱们进场，先盯下对方的前排的绿毛，绿毛这边被逼退，硬不也是交出自己的技能。稻草人在找机会，稻草人有没有位置能放大？阵型有点乱。京东在调整自己的阵型，要打到前排。这里现在他推的不错，把赵云直接给秒掉了。好人大招被打断了，我刚才都没有看到。哎呦，这一波的话 ，RW 真的是再去打大龙就完事儿了。而且打大龙你不要就这种，他们被对方包夹起来。我看一下稻草人，哦，这一波稻草人是被洛打断了大招，刚才没有看到。那这一波稻草人有进化，伊芙这边做的也很好，没有第一时间被控到。然后刀妹大招封场，这刀妹大招一放，RW完全打不了了。是的，然后辛德拉推一下后排。而且没有人帮厄加特一起去打伤害，主要这个时候都没状态了，大家大招也没有，
这个立桑准没炸，这里抓小机会，逆着丢大，但是被罩出来了。立桑准的兵种还没有上，直接正面放大，被大招打断了。这一下大招总算打到了吧？这个猪妹跟稻草人这场比赛真的恩怨情仇啊，一直在疯狂的搞这些。立桑准想进吗？进不去，一个猪妹在前面，直接看板甲了。我的猪皮很厚 ，Kilua 这里被逼出一个闪现，闪现要开了，就杀 Kilua 被秒了。哦，赵信金波在这放的还可以，但是伤害状态有点差，但是赵信金被秒了。后面那边带走了绿毛，那边纵面是他一滴血，他卢先是拿到了，能不能滑起来？但是张无忌，张无忌这边虽然活了下来，但是队友全死了。哇，一个没有 A 出来，拉开了距离。面对三个残血，现在只有一个残血的无忌，对面三个跑车。三炮车保住就赢了，三炮车在这里保，但是无忌应该是想找机会去杀的，但是张无忌这边没闪现、啊，大招已经好了，完了没了，哎呦，直接拿直接推基地就可以了，哇 ，RW 自己葬送了好局。也恭喜京东 Gaming 打破主场魔咒，在自己主场的第一场比赛里面是获得了胜利。京东这一盘主要是他们的经济啊一直咬得很紧，对，一直没有落后，然后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啊。RW在中后期的运营跟策略上还是差了一点。其实三场比赛看下来 RW总体的运营上都是稍微有一些差距的，但是他们年轻的这种敢打敢拼，我们看到有收益，也还有这种年轻的时候那种不知所措，我们也看到了京东这种老牌战队啊，真的是有那么一瞬间的迷茫就被他抓住了，真的是抓住了。倒不是说这个战队有多老，而是在于这些选手他们一起配合的时间比 RW 要长。是的，哇，这个最后的几波真的是忍辱负重，忍到了最后大龙的这一波翻盘。If only we could travel back.